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你们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吃饭了吗？好，也在这个视频中，也许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学习，七至九级的词汇。也之前对，在上次的视频中，我学习词汇，但是我没学的那么多，所以也许我可以跟你们继续下去吧。好了吗？准备好了吗？OK，需要等一下，我就调整，调整一下我的软件。好。OK，在上次的视频，我讨论的是这一行词汇，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继续下去，从那里开始吧。这个 OK 应该是补给，是补给吧？补给。OK，咚咚咚，噔噔噔，是补给吗？补给。给就是给的意思，但是人们说给。也许这个我标记去，下来吧。给，补给，补充的意思吧？有什么区别呢？和补充，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补给，补给快用完了。哦，这是名词。OK，补充应该是动词，不是，我觉得不是名词。补给。OK，我们看一看。补给，我看一看我的词典，这个词典，现代汉语中，词典吧，现代汉语词典。补给，补给，就是补充，供给。OK，有两个意思，都是动词，补充、供给，这个也可以的。第二个用法，OK，补充、供给的，物资，物资，那应该是名词吧？这个我标记出来了，名词，这是名词。OK，他的意思就是 OK，一个是补充，一个是供给，就是他们，在一起使用的，也是动词和名词的用法，动词、名词的用法。OK，这里 OK，士兵们接受建立补给线。补给线supply lines 补给线和修路的训练，补给线 supply lines，飞机用降落伞，空投补给，这里是名词。我们的补给快用完了。食物和汽油这些补给品，减少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食物和补给的补给品，OK，或许是增加动物补给的需求，他们卸下我们的补给品后。补给方，提供补给方面，
这些人背着去背着吧，背着补给品疲倦 no 疲惫的往山上爬，这个武器的补给。 OK， 这是我 OK 最重要的就是动词名词都有吧。好像最常见的就是名词吧，自然补给，雨水的补给，补给。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OK， 雨水的补给，耶、yeah, ，我说的不对，雨水的补给，雨水的补给，雨补给系统，补给船，补给船，补给品，补给港，补给品，装备和补给。补给中心 OK 下一个补救啊，我学过的吧。OK 采取措施这个吧，矫正这个不太知道吧，错误啊，是correct mistake， 补救 remedy， 补救。其实这个我忘了，我认为我应该补救 to remedy。 这个应该算是黄色的词汇吧，补救 to remedy 就是这个吧，补救。二设法避免错误的影响。OK， 一些当局现在不得不采取补救行动。他们的补救措施在现有科技范围内，这种情形易于补救 ，easy to remedy 进行补救。就这个意思吧。补救办法，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实践补救措施，补救的东西。OK， 好的，下一个捕捉，应该是捕捉。捕捉动物吧，捕捉兔子，这样吧。哦，还有这个吧，捕捉了昆虫，这是我的意思吧。它的油画捕捉住了秋天香薰的微妙色调。有一两次他捕捉到威廉眼中一闪的关注。OK， 这里就是 capture 这个意思吧。但是有这里的重要部分，这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那个具体的用法，那个还有那个抽象的用法吧。在艺术能捕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吧，他捕捉瞬间画面的能力是他下一个。电视台工作人员捕捉到了拍摄那个也许摄影师能捕捉什么场景，什么感觉？摄影师 ，OK， 这个需要注意吧。OK， 下一个，这个第一个汉字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哦，这是哺乳动物吧？不是吧？哺育啊，哺乳啊，这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哺乳。
哺乳动物的哺，OK，哺育是。OK，to feed to nourish to foster，也许是喂奶的意思吧。但是这些女士想要哺育她的孩子吗？也就是喂奶，就是哺乳，no，哺乳动物，no，哺乳是母乳喂奶，母乳喂奶。母乳喂奶这个意思吧，母乳喂奶，哺育他的孩子，哺育他的孩子，他们需要大量的蛋白来哺育，幼崽，希望和无法用。母乳喂育，宝宝的妈妈们一起工作，细粒才是他的名字，星系 galaxy 星系间的撞击是如何哺育黑洞的，OK，这是比喻的用法吧。个人成长意味着这些不同的方面得到哺育和锻炼，也是比喻的用法吧。OK，是，也许字面的意思就是母乳哺育，这个就是妈妈给孩子喝那个母乳，好像也有那个比喻的用法，不仅人类，在鸟类中，这样共同哺育的现象也十分常见。OK，这是 breeding 这个吧，raising nurture foster，哺育着这个国家2/3的农田。OK，这个意思吧。OK，词典说什么？是口字旁，那个口字旁，哺乳。OK，我写过了哺乳，这是哺育。哺育，喂养。OK，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都是动词，一个是喂养。喂养，所以不一定是母乳吧，可是这类的吧，也许孩子不能，你自己进食、进饮料，所以就是妈妈或者父母就帮他进食这样这类的吧，还有补养。抚养，也许是比较常见的抚养。哺乳，一饭三兔哺。喂，OK，哺乳是喂奶，哺育。是喂养。OK，那个哺育第二个意思就是比喻的用法，就是词典说比喻培养，OK，就这个吧。OK，可以的，我已经就是画黄色那个词汇吧。OK，不迟不问，不迟不问，这个不太知道吧？不迟，不，是迟吗？
羞耻的耻，不耻不问，问问问题，问问题的问，就是这个吧，不耻不问。那我不耻下问啊，怪不得我不耻下问，不耻下问。啊，应该是 OK， 就是不怕问问题，不怕向下向下啊，不，你不用怕上 ，no， 你不用怕向下级问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吧，不耻下问。这个吧，也遇到过这个吧，就是这个是我不耻下问，不耻下问，不是来自哪里呢？不是《论语》吧？是《论语》。OK， 好，这是我《论语》的一个好机会，我可以使用它。也、yeah， 应该是《论语》吧 ？OK， 但是他们说《论语》的哪里呢？公这是什么？公冶长。OK， 四十九。没有吧，想了一下，也许我看一看。其实有的我知道吧。他没有说是哪里找到的，所以我需要搜索吧。不耻下问。OK， 不是第一章吧？不是第一什么文件吗？不是的，不是第二个吗？我在哪？这儿。哦，这不耻下问。这我关一下我的那个后面的。就这样吧。这 OK， 不太好。好，所以 OK， 如果你想要掌握那个是来自于来自于《论语》的成语，应该读他的故事吧。所以我跟你们读这个故事吧，或者比较仔细的看。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OK， 你看不到了，就这样。看不到了，行，就这儿。稍等一下，我需要调整，把这个放那儿。好 ，OK， 我们学习，孔子 ，OK，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No， 敏而好学。我看一下，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是以谓之文也，以谓之文也。OK， 我们看看他们的翻译吗 ？OK， 子贡问，孔文子为什么能得到文的，
这个案子我不知道。OK， 稍等一下，应该是一号呢，这样的，或者这样这类的。OK， 好，稍等一下，我就查一下吧。需要用 Plico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汉字。是好，是好，是好。OK， 这个有点难，需要搜索一下吧。好，就是这个吧，是好。Posthumous title， 是好。怪不得我没有遇到过这个汉字吧。这个是好。其实我也会说 posthumous title， posthumous。是好。OK， 子贡问，孔文子为什么能得到文的谥号呢？孔子说，勤奋好学，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勤教为耻辱，是耻辱吧？不以啪啪耻辱，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勤教为耻辱，所以能得到文的谥号，就是这个吧。记文字做事情总是反复考虑后再采取行动啊，这是也是分开的吧。OK， 我看一看，这是有故事，那个小说里有故事。孔子问你，有一次孔子去周朝拜访老子，想请教一些关于礼制的问题。老子听说孔子来访，热情地出门迎接。孔子向初次见面的老子行了拜师大礼，说：“我孤陋寡闻，孤独的孤，陋简陋的陋，孤陋寡闻。我孤陋寡闻，想向先生请教一些关于礼制的问题，请先生，这是什么字 ？OK， 是背和长的右边，背长，长。刺啊，这个我写过了，但是就小静的刺，也我记得我在用懂中文那个软件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吧，刺教 ，OK， 刺教 ，to enlighten， to impart wisdom。Yeah。老子见孔子如此
千倍是千倍吧？千倍，耶，千倍 ，no， 千倍，千倍，便毫无保留的，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还带着孔子观察，观见 ，no， 观 ，no， 还带着孔子参观了周朝的，那是什么？蔡神大林天 ？OK， 不好意思，这是孩子可以读的。祭神，祭神，祭神，祭神。祭神，这个吧，祭神大典，祭神大典，耶，哦哦 ，OK， 并详细的讲解了藏no 祭祭祀 sacrifice 祭祀祭祀礼孔子感叹的感叹不已受益良多。数日后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语重心长语重心长的说有一些聪慧而又明察秋毫的人 ，OK， 明察觉的察，这个吧，明察秋毫 ，See clearly the Danny Field。OK 。明察秋毫的人，就是连细节也看得到。之所以会走到万劝不复，万劝不复，万劝。No， 万劝。万劫啊！OK， 有意思吧？我不是劝吗？劝啊，那是劝，那是劫。OK， 是左边，这个左边是去，这个左边是右。OK。万劫不复，万劫不复。哎呦，他们的劫是还是哪个？万劫不复的地步。是因为他们喜欢指责别人的过错。巧言善辩，巧言善辩。言
不是那个吧，扇变，OK， 哈哈，我讲了变，辩护的辩，巧言善辩，巧言善辩。巧言善辩而又 OK 哼道显达的人，哎呦，哼 No 哼通显达，哼通显达，亨通显达，哎呦，真的吗？之所以时常招致国患 ，no， 祸患，招致祸患，招致。祸患，患者的患，这是我写的吧？哦，那个治不一样，但是 OK， 这是那个书里面是不是那个治？招致祸患，祸患，其实这个解释是难以就是孔子说的那个 OK， 是因为他们喜欢传扬别人的短处，传扬啊，传扬别人的短处，为人自为人臣，哎呦，为人自为人臣是什么？为人。自为人臣，我不知道。不要总觉得自己高明厉害。孔子回答说：“弟子一定谨记在心。”孔子回到吕国后，有人问孔子去。周朝有什么收获？孔子说：“老子学识渊博，待人诚恳，真称德尚是我的好老师啊。”OK。没有，这是。我怎么说？总之，就是你不用害怕问，没有达到你的水平的人问题吧？直教，就是这个吧？不耻下问，不耻下问，不耻下问，不耻下问。OK， 不得而知。下一个是不得而知，不得而知。Unknown, unknowable， 不得而知的，他想要什么不得而知。Unknown， 这个我不知道，不得而知。啊，我跳了不？OK， 我忘了这个吧。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吧。不辞而别，不辞而别，就是
应该是就是没有人，你没告诉任何人，那边太亮了吧。OK， 我就调整一下吧。嗯，不理想。可以吗？完美主义者吧。这个不是在中间吧。这样可以。这个吧。这个。不辞而别。这是别是告别的意思吧。辞没有说话这个意思吧。不辞而别。不辞而别。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吧。Didn't tell anyone. Left without saying goodbye. OK, 不辞而别。这个没有问题吧？就是是您的选择吧，不辞而别吧。不辞而别，不辞而别。没有这个吧？又不耻下问。真的没有不辞而别。OK， 我就加上它。不耻。哎呦，有点难写，在那个从这个角度来词。别。不辞而别 ，OK， 可以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那个就是没有说拜拜就走了，就这样吧。OK， 这是我的这个吧。鼠标。OK， 下一个词，不得而知。不得而知，这个我不太知道。不得而知，也不在我的词典里。不得而知，我可以拿我在这里写吧。不得而知，知道的知。不得而知，就是没人知道，而且没人能够知道，细节仍不得而知 ，unknown unknowable。OK， 我认为这个应该算是黄色的，应该 OK， 有一天应该复习这些词汇吧。不得而知，不得而知。OK， 有什么来源呢？这个吧，后汉书。横潭川。不是横应该是横。环这个我不知道，横汉砖。环潭庄。转。OK。以我所知，不知。所以不知所以，一无所知，不一样吧？是这样吧？不得而知的，从未到过广西，所以谁做了广西政府的
高等顾问等等，我不得而至了，不得而至了。OK， 他的意思是他没去过广西，所以他不知道广西的人物是谁，就是不得而至，我不得而至，不得而至，不得而至。这是一个例子吧，事例，是例子吧，这里吧，OK， 哦，不得而知言，哎呦哈，也太难吧，不得而闻，不得而闻，得 ，OK， 得是能够。OK， 得能够，不能够而呢？而就是不能够，不得，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知道。Yeah， OK， 就是吧，是不知，不知道，不能知道。OK， 不得已，就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这个吧，不得已。他们不得已，除非迫不得已，迫不得已，啊，迫不得已，迫不得已是什么？迫不得已的话，不得已就是迫不得已是吗？OK， 看看。不得已，没有不得已啊，又不得已，不得已，无可奈何，不能不如，不能不如此。OK， 实在不得已，只好亲自去一趟。迫不得已，差不多吧，也许是一样吧。迫不得已，这个我写下来。迫不得已，迫不得已，迫不得已。OK， 但是我想写的是不得已。就是没有别的，是无可奈何这个吧，它的定义是无可奈何，就无可奈何。 OK， 可以的，不妨，就是为什么不这个意思吧，不妨。我们不妨给他吧，为什么不，就是这个吧，我这里不用学习，我学过的吧，不妨也学过的吧，没有妨碍啊，是副词，应该放在动词前面，不妨给他，不妨留下，不妨现在就告诉他啊，不 OK， 这是动词短语。不妨同他联系一下，不妨同他再谈一次。Yeah， OK， 这个没问题，不妨。OK， 不，下一个词是不服，应该是不服气的吧，就是没有说服过，没有成功的说服他，不服。OK， 不服，有点想不信，我不信。你没有，我不服气，就是不服气吧。Not convinced， 很不服气。他不服判决。Not accepting， 是 not accept， 不服判决，不服用药物。不得不 ，no， 不一样，这不对吧？
若是他不服从，这个不一样，也不服药，不一样，不服 OK 去，总去不服 ，no 这也不一样吧？不服谁？不 ，no 不服谁？说不服谁？他是一个一贯不服从 ，no。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OK， 好像这个是 does not accept， 不会接受，不接受。不服这，不相符合。哦，按错了吧？不服，还有这个吧？也是不服，不符合，不符合，他不服啊！耶、yeah. 啊 ，OK， 稍等一下，我就改正一下或者词典。我画错了，没有不服吧？OK， 不服。OK， 那样不服这个服不没有不服，就是 does not accept， not to accept something to want to not give in。也许有点像不服气，也许我可以查一下 pleco 不服，OK 不信服不服从不适应不习惯 OK 是不信服你已经输了还不服不服领导OK 这个比较有用吧不信服不也许这个应该是黑色的不信服不从你、yeah. 不服裁判，不服指导，对，对批评表示不服。这种烟我抽不服，这是接受不了吧？OK， 也许这个应该算是黄色的，这个不太知道吧？就是不服气，下一个词就是不服气，不服气。就是不服气心里很不服气就是不服的意思吧不服气服气 convinced accept 不服气 unconvinced unwilling to accept 有点不服气你不服气你不服气我为你骄傲，你真勇敢、坚强。OK， 这个他们没有翻译。让我不服气。I'm convinced。OK， 那应该可以。这个吧，这是成语吧。不假思索，不假思索，
不假思索，耶！就是在上次的视频中，我们到那个不假思索，但就是我说我经常遇到的这个不假思索，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意思吧？不假思索。用不着思考，就做出反应。形容说话做事迅速 ，react instantly react instantly， 这个我写上来吧。可是为什么用假？我不假思索的向左转弯，我不假思索的冲了出来。你可以不想思索的帮助我，然后不假思索的模仿演出来的态度与行为。他不假思索。脱口说出了答案。他不假思索地宣布说他第二天要离开。他不假思索地随他跳入水中。我起初不假思索地一口否决了这个主意。out of hand. Okay.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Yeah. 好像这个是重要的吧。下一个不解。不解。他脸上流露出迷惑不决。就是不明白你意思吧？迷惑不解，不解的精神，迷惑不解，迷惑不解啊、哦、，OK， 感到不解，大惑不解，迷惑不解。迷惑不解。哦，其实上次的不假思索，我想查一查，为什么用假不假思索？那个这些不假思索。是宋代的这个诗句吧。可是为什么用假不假思索的假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连假装思索的时间没有吧。为什么用假？不是，不假思索的假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哎呦，不好意思，假借。这个吧，假借 ，to make use of is a pretext， 这是假装的意思。假借依靠，OK， 这是不依靠，不
不经过思考就不加思索就做出反应，做出反应。OK，是那个假借。借借用的借，假借。OK，那我们回去吧。不借，就是有点是一目了然这个意思吧？他的意思就不解，就是不能解决，不解，无法解决。解决。OK，那个问题把我弄得迷惑不决，不解，迷惑不解，他感到不解。是动词，感 no 是动词，不是动词，是名词吧？不解。动啊，OK，有动词、形容词。不理解，OK，不理解是动词，不理解，no，不解之谜，不能分开的，不解之缘。OK，动词、形容词。OK，大惑不解，让我不解，这是动词。OK，困惑不解，大惑。茫然不解，这是副词的用法吧？OK，下一个吧。不经意，不经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经意，不在词典里。不经之谈，不经意，没有不经意，不。经意是意识的意识吗？不经意，不经意，你不经意所说的话可能会被误解。你不经意，是不小心的意思吧？不留神，不在意，care 应该马虎的时候，经意，经意是精心小心，应该是精心的反应是吧？经意，也许我查一下经意。经意在哪里呢？没有经意啊，经意，留意，留心。毫不经意，OK，这是不应该学习经意，不学习不经意。但是，有点像不自不在乎，不小心，这个吧。稍不经意，稍不经意。就会出错。他不经意问，不经意间，把茶杯，碰倒了，稍不经意一点，OK，这是不小心的意思吧？OK，下一个不景气，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 slump 不景气，OK，不景气形容什么？是形容词是吗？不景气。没有呢，也许就是我应该查景气。Not flourishing，不景气，
OK， 景是背景的景，布景替。OK， 应该形容和金融有关的东西吧？布景气，布景气，布景气，不繁荣，不兴旺，布景气的市场，最近生意不景气。现在国家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目前生意相当不景气。Yeah, OK, 应该是形容词，而且形容的是和经济有关的东西。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我在错误的方面地方写的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市场不景气，市场不景气。不 flourishing. OK, 汽车工业是经济不景气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玩具业现在不景气。OK, 就这样，这个意思吧。OK, 下一个也许在这个视频中的最后一个词。不堪。不堪就是大程度吧，就是是一个受不了的程度，这个应该在后缀应该当作后缀。cannot be constant. OK, 房子已经破烂不堪，疲惫不堪，破烂不堪，破烂不堪，不堪负荷。OK, 负荷。OK, 可以当做点缀。No, 不是点缀，可以当做前缀，可以当做后缀。疲惫不堪，疲惫不堪，苦不堪言。Yeah, 我遇到过这个，还是成一个憔悴不堪。Yeah, 这个我认为我可以说我知道。不堪应该学过的吧，学过的。还有什么我们应该查一下吧。我觉得可以吧。OK, 这个视频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到这里吧。也许在下次视频我可以继续下去。现在我想歇一会儿吧。OK, 好了，我们下次聊吧。拜拜。